家能买我们也能买，朋友们也开了网店，然后我想这个工作非常好啊，就是也不用离开孩子，在家里就可以做。然后我们就朋友们开了网店，然后想这个工作非常好啊，就是也不用离开孩子，在家里就可以做。第一次没有成功，我们已经连着直播了，我觉得这将近3个月都没有成功，然后我就一直坚持，因为那年双十二，然后淘宝小二的客户还给我发了一个红包送给我，现场，然后我就知道我们这个事儿行了，然后就流量又上来了。你们这个。我现在我停了，刚才那个给，我给你。
后来，为了更加发挥自己身为主持人的影响力，我开始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分享创业之道。Thank you.